好，这个多线程的聊天呢，跟大家讲完了，大家待会儿可以试一下啊，聊下天，把这个发送和这个接收的消息呢，给它分开来放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开发里边还是比较，在我们这个多线程开发里边还是比较要注意的啊。多线程这个多线程开发，哎，多线程开发里边有个问题啊，有一个啥问题呢？大家可以看看，我这里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 TK，来一个全局编程码叫 TK 的，就是卖票啊。大家买过票是不是？比方说我有100张票，然后现在呢，我来个 DEF 啊，来个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呀？叫卖票是不是？来这个叫什么了？卖出怎么写？怎么写？是要这个 TK 的，是不是？是要 TK 的。然后这个卖票，那卖票的话呢，其实每一次卖出怎么样的票都要减等于几啊？减等于一，是不是？好，那这个时候你要操作这个变量要 global 了，这个要 global 啊，TK 的，好，减等于一，每一次的这个票都要减一次。那如果这个 TK 的怎么样呢？小于多少呢？小于个这个小于等于零，我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告诉你来个 print 来个。啊，break 啊，不，来个什么？这个叫啊，不是 break 啊，print 这个叫票卖完了啊，票卖完了啊，完了，好，票卖完了。然后呢，我们在这打印一下啊，每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看看这个，我们这么说吧，票卖完了，然后这个余票是多少啊？余票是多少个？余票是，然后来多少呢？应该这么说哈，我们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啊，应该有点问题，应该是怎么样呢？不能一上来就减等于一啊，应该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票啊，如果这个 TK 的啊是大于零的，我们应该是减等于，是卖出一张啊，应该是这个叫 print 叫什么？这个叫卖出一张票啊，卖出这个一张票，还剩多少呢？还剩多少张？是不是？还剩这个，还剩个几张呢？还剩个这个，来看看啊，多少张？是不是？好，这个是我们卖票的一个行为，点 format 啊，来个什么呢？TK 的，是不是？看一下这 TK 的还有多少张？如果怎么样呢？Else 怎么样呢？我们这里边说来个 print，这个叫票怎么样呢？票卖完了，好，这是一个过程啊。那我们现在呢，来这个卖票吧，sell 这个 TK 的啊，TK 的。好，我们现在呢来干一件事儿，这个地方要写的话，真的还得怎么写呢？好像用那个 if 还不太行啊。我们来现在卖啥？来看卖一张票啊，卖一张票的话呢是还剩99张，是不是？如果我一直卖啊，来多来几张啊，来个这个什么，我来个死循环吧，来个这个，我看我在哪循环要更好一些啊。这个卖票的话呢，如果直接在这卖的话呢，其实不是，如果直接在这一次卖一张的话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啊。那你这100张票得卖半天，是不是？好，大家看一下啊，我看我这个刚才是有点懵了哈。大家看看啊，这刚才那个突然就太懵了哈，这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看这个代码，如果要写的话，应该是来个 while true 哈，来个死循环卖票是不是？还是要死循环一下啊？来个 while true 啊，死循环卖票。我们这个一下给它卖完是不是？好，卖完的话呢，如果这个 TK 的怎么样呢？大于零，大于等于零是不是卖啊？然后最后卖完的话怎么办呢？来个 break 啊，直接给它停掉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运行一下走啊，还是要来个死循环啊。好，来看现在一直卖是不是？100张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然后卖到最后就剩0张了，是不是？卖完了是不是？哎 有点尴尬哈。好，卖完了是不是？好，卖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干一件事啊，我干一件什么事呢？大家注意啊，我呢这样做啊，在这个卖票的时候，每一次卖票呢，我都来个 time 点这个 sleep 啊，它卖票呢需要花点时间，我来个多长时间呢？来个停个1秒钟。好，没问题吧？来运行一下，大家看走。现在呢，这个卖票的话呢，它这个效率啊就有点低了，看到没有？不，有点低了，因为卖一张票怎么样呢？卖一个票要处理1秒钟的时间。大家注意啊，现在我们是几个任务在卖啊？几个任务在卖票啊？就是几个线程在卖票啊？现在是我们单线程在卖票啊？就是一个线程，就一个线程在卖票啊？这一条线在卖。然后呢，只找这一个人买，他卖了一个之后呢，他要等一秒钟，然后呢再卖下一张，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时间的话花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一直卖一个等一秒钟，卖一张等一秒钟，卖一张等一秒钟，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线程在卖票啊。那其实呢，如果能为了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还能够再干件什么事呢？还能来个多线程的卖票。什么叫多线程的卖票呢？大家看看啊，我现在呢再来两个线程啊，来两个线程。第一个 T1 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threading 啊。点儿
thread 啊，好 thread 来个 target 等于多少呢？ target 等于那个 CLTK 的卖票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里边写一个，然后 T1 有了再来一个多少呢？再来一个 T2， 好，有两个啊， T1 点这个 start， 然后呢它开始卖，然后呢 T2 点 start 开始卖。大家看啊，现在呢有两个线程啊在卖，那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谁呢，我这个人卖，卖完了之后呢，你看他当他歇一秒的时候，下一个是不是就开始卖了呀？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他两个就一起卖了，就是当你歇的时候，另一个卖；当你歇的时候，另一个卖，明白不？哎，两个窗口同时卖啊，那这个时候效率呢就要高很多。来运行一下走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看到没有？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快很多呀？比刚才那个快得多啊！刚才那个的话呢，我们这个要很慢哈，等半天才一张，是不是？这个时候蹭蹭蹭两张，是不是？这个停到那个来，那个停到这个来，看到没有？哎，多窗口一起卖票啊。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啊，我这个呢是线程一，然后呢这个是线程二，我们两个是不是都能够访问这同一个变量啊，这个 TK 的，看到没有？我们来看啊，这个票有点太多了，卖100张卖半天哈，来多少呢？来个20张哈，来少点啊，一会儿卖完啊，来20张票啊，100张得卖半天。好，那我们看看这20张票它要卖的话怎么样卖的呢？大家注意啊，你看啊，有两个线程，这个线程卖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把这个票改成，比方说啊，我们再打印一下啊，我们这么再打印一下，再告诉一下大家这个线程怎么拿啊，线程的名字。好，大家注意，我再加一点啊，这个里边呢可以加一个名字啊，这个来个 name 啊， name 叫线程的名字，这个叫线程一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 name 叫什么呢？叫这个线程二哈。好，有两个线程，那我们现在呢打一下名字啊，线程一卖了多少个，线程二卖了多少张票，是不是还剩多少张啊？好，来写一下啊。那这个怎么拿到线程的名字呢？叫 threading 哈、啊，点这个 thread 点 current thread， 有一个叫 current thread 啊，这个方法。然后呢，点 name 啊，看到没有？我拿到这个线程的名字。我现在呢有两个线程，我看看我们到底怎么卖的，是谁卖的这个票，明白不？哎，就是两个窗口啊，到底哪个窗口卖的票了？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走。现在呢，告诉你线程一卖了一张票，还剩19张；线程二又卖了一张，线程一又卖了一张，一二一二，基本上是这个切换着来的啊。为什么现在这么有规律了呢？其实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个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一秒钟，就是等一秒钟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票这个 CPU 的话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切换的啊，就这个走完之后切换到另一个。如果你等了一秒钟，等的时间特别长，它肯定是就已经切换，不可能在你那等一秒钟就切到另，它肯定要切到另一个，明白不？好，这是它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两个的话呢，可以同时卖票，看到没有？哎，多个窗口同时卖票啊。大家也发现那个问题啊，线程一和线程二他们操作的是同一个变量，都是这个 TK 的，明白不？那这里边呢有一个概念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多个线程啊，多个线程可以怎么样呢？同时操作什么呢？一个全局变量啊，这个概念叫什么呢？它叫共享全局变量，多个线程这个共享全局这个变量啊，多个线程共享全局变量，就是你线程一卖的这个票，其实不管怎么样改的都是这一个 TK 的，明白不？改的都是这一个 TK 的啊，就这一个变量。好，那这个多个线程共享同局全局变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啊，对，刚才有同学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负一张的，看到没有？卖完之后已经线程二已经卖完了，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负一张，这个负一张是因为什么呢？哎，这是个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负一张呢？这个问题啊就在于我们这个多个线程这个共享全局变量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地方呢会出现一个啊线程安全问题，线程这个安全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很好理解啊，怎么样来的呢？大家看啊，我们卖票的时候啊，比方说最后一张票了啊，当这个 TK 的，你既然共享全局变量，是不是 TK 的等于一的时候就剩最后一张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线程一进来了，线程一啊，你看啊，线程一你看啊，还剩一张，是不是？哎，满足条件吗？满足。好，现在它进来了，停在这儿了，线程一呢发现这个值是一，是不是？好，然后呢线程一停这儿了啊，停这儿的时候这个 TK的还是等于一，是不是？它停这儿了啊，但是它没来得及改呢。现在呢线程二进来了，线程二就进来了，一看啊，这个值是几啊？你刚才线程一看的是一，线程二现在进来的话也是一，是不是？因为你停这儿还没改，是不是？没改的话呢，告诉你啊，来了之后线程二发现也是一，是不是？好，线程二怎么办呢？ T
TK 的也等于二，也等于一。好，完了哈，现在就这个情况。那接着往下走啊，大家看他们睡了一秒钟，等他睡醒了以后啊，县城一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县城一把这个 TK 的赶紧解了，减等于一了，是不是 ？TK 的等于零了。好，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会打印什么呀？县城一卖出了一张票，还剩零张，看到没有？还剩零张。现在啊，大家注意，等他这个走完之后啊，县城二啊开始接着走，睡醒了是不是？睡醒了之后，他接着来走。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县城二啊再来操作这个变量的时候啊，县城二你再来看那个全局变量 TK 的已经等于零了，再减等于一等于几了？就等于负一了，看到没有？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明白不？哎，就是这个问题啊。多线程是同时还是切换？是切换的啊，是因为切换的速度快，你才感觉是同时的，明白不？哎，这个地方就这个问题啊，就会有这个问题存在的一个问题，它不断的切啊，不断的切。但是你这个你在这个中间啊，让它歇的足够久的话，这个问题是能够出现的啊。你歇的足够个切个一秒钟，是不是？一秒钟给它切换好几回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 ，TK 的E 一进来，发现哎，这个地方呢票剩一张了，是不是？一张大于零，满足进来啊，他开始在这等了。线程二再进来，你还没来得及改呢，线程二又进来了。哎，他一读这个值也是一，怎么样呢？也满足，也进来，也等等他们两个啊，这县城一先进来的，县城一先进来的，是不是在等啊？是不是他在等？那县城二来的话呢，是后进来的。那你说这两个都睡一秒，谁先醒呢？肯定是有一个先醒的，是不是 ？TK 的一先醒，醒完之后他改成这个负一了啊，改成零了。那县城二再来醒的时候，你再来改就变成负一了，明白不？啊，这就是一个，这就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卖出了个负一票啊，这个挂票是不是？这个呢就卖出了一个挂票是吧，卖了一个负一票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多线程啊共享全局变量，他们可以啊，大家注意，多个线程可以共享这个全局变量，共同操作这个全局变量啊。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一个情况啊，就是共享全局变量呢可能会有这个线程安全的问题啊。好，把这个呢跟大家提一下，待会儿的话呢教大家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